开啦！我开了啊，开啦，开啦，开啦！他现在还可以花点数解心动，对啊，对，没错，哇，八点啦，耶、yeah ！点名，点名，点名，玩家，哎、哦。欸等一下啊！哇，好像要重开了、欸，漏到了吧？哇，怎么了？漏出了？没有没有，因为十二人哦，人比较多。对不起，没开到，没开到。今天应该不会来啊，对啊。对他到了，他先走了。Hello，Hello， 尊重，包容友善。十三十三，好的。要遮好哦，遮好哦。他有点。它还会有一个大的什么？有微电吗？那个等一下的防套不能那个哦。好的，哦、最下面这个你要调硬度什么啊？勾那个 啊？对啊，它既不是有那个，有没有发现那个伺服器调成硬度，然后它那个位移率调58，就不会完全不会。比较神秘的啊，够强，硬度够强，真的数字。India，然后58，位移率58，哦，不是硬。哎、欸，不对，它现在贴近一个位置也，位移率最少是8哎、欸。58要58，就是要58整，不多不少。那个要在哪里调啊？那个是巧克力调，那巧克力调，巧调。哎，好了，调了。他们是不是在当白萝卜好了？哦，哎呦，看哦。现在的地方跟最后要遮的地方有点落差，你们自己要小心。对呀、啊，我刚刚对对对对对对，刚刚一开始要遮的，怪怪的。欸、要小心、哦。好像就是，反正我们十三人到了之后，十三人满了，你不要先拿掉了就好了。是是，对。可是我们现在减一，谁？哦，我怎么进来了？有啊，进来了，进来了。你怎么叫船员他进？我是船员，我是船员，船员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这真的有问题耶，我不能选颜色哎，我也不能点那个。蒙娜，你看我们颜色是正常的吗？我不知道哎。你要不要直接截个图？不是调到色盲模式？你截个图，没有色盲模式，颜色怪怪的。它里面是有些会有点作弊哦，可以动了。哦，有这么严重是不是？到作弊的程度？因为我刚刚看他们的颜色跟我的颜色不一样，可是他们其实变成我。你现在可以截个在 DC 看看吗？截个你现在的 right now 的画面。right now。right now。检查哦，有没有开什么特别的挂、啊？好、哦，没有。不要连 AP 都被 ban 了哦。哈哈哈哈哈。被 ban 了。哎呦，那看起来正常。啊，正常啊。啊 ，Among Us， 我们这个，哎、欸，你的蚂蚁不一样哎、欸，等一下，抓到了哎、欸，所以是蚂蚁不一样，蚂蚁刚刚换吗？还是蚂蚁不一样？换什么？嗯，我看蚂蚁是绿色的、欸，没有，蚂蚁是绿色的，我看蚂蚁紫色的，蚂蚁紫色，蚂蚁紫色的，我看蚂蚁是绿色哎、欸，好，啊，我看是紫色哎、欸，我真的看到什么奇怪的设定？我看也是绿色哎、欸，我看也是绿色。啊是绿色的啊，那我到底是什么颜色？哇，绿色站左边好不好？绿色的啊，看到绿色站左边好不好？我看到是绿色，绿色站右边，紫色站右边，绿色站左边。请问蚂蚁是什么颜色？哪边？紫色站哪边？紫色右边，紫色右边。紫色在右，绿色在左。绿色的，蚂蚁是什么颜色呢？为什么左边那么多？它是紫色啊，它是紫色，紫的。团，你是看什么颜色？完整性啊。团，你看什么颜色？我看紫色啊，我看紫色、啊欸、右边啊，右边这边，哦好，这是右边嘿，我看左边人是怪怪的，左边好像有什么、哦，左边是什么女团呢、欸？开了什么？左边是女团，女团呢、欸？左边女团，左边是色盲女团呢、欸？好怪哦，好怪哦，他们是 white pink， white pink。White pink， 这完蛋了，怎么会这样啊？对，完了，我再换一个颜色，你再看。哎，对，你换，好，你换一个颜色，你换个颜色。我现在考试哦，深红色，深红色，跟他的颜色一样，哎，红色，红色，你还是绿色啊？你还是绿的，你还是绿的，这怪红色酒红色有问题啦，怪怪的哎，我看还是红色的呢，绿色跟蓝色啊，它是红的，是不是红色？它是绿的，不是红绿色嘛？那跟紫色是绿色的也不对。有没有色盲模式可以开啊？对啊，那没有色盲。好了，完蛋了，完蛋了，完了，
有百已经有百变怪了、欸。百变怪，这是什么？好，我们把它弄完干嘛？因为不晓得他们会不会有影响。你说会不会进去其实就好了，这样。建议重开游戏，你要确定哦。是谁要重开？是谁要重开？是我们吗？还是他们？可是他们全部去验证完整性。孟娜对啊，对啊，没用啊。我就验证完整性，我重装了。我也重装过啦。还是大家颜色变好之后就不要动，然后大家一起重开游戏，让它存一下。好好好，我觉得也可以。好啊，好贵。乖乖哦，你说现在这样，然后我们重开是吧？对对对，大家的颜色确认好了，就不要动颜色了。白色，我是，哇，你怎么变白色了？因为我今天是白萝卜。啊，你今天是白萝卜，好奇怪、哦。刚刚我们测试它这个颜色 bug 会影响到游玩。哦，那不行哎、欸，那不行哎、欸。哈哈，哎，为什么你的怪怪的？女团自带绿幕，这个模式怪怪的、哦。阿弟哥要遮一下，遮一下。但是小雨发发例外，什么？那你哭了？你知道？哎呀，我没有很想组女团。那你有色盲女团呢、欸？你想加色盲女团吗？就我说，我也没有很想加。还、欸、是不是绿的哎、欸，没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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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遇到色盲女团，可能要注意一下，好不好？好，你们记人名字，不要记颜色，好不好？我们说说他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啊？因为我们刚刚有测试，这个官方有推出新的四个职业：科学家、工程师、守护天使跟变形者。那这个变形者其实就类似我们之前的百变怪，它可以变身。但是他更厉害，他更厉害是怎样的？他的变身是你可以自选，你就是躲起来，然后你可以选任何一个人，你都可以变身。哦，对，你不用接触过他都没关系，你就可以自己变。哇塞！对，但他变形大概会有1.5秒到2秒的那个动画。嘿，对，所以如果你在变身的动画被人家看到，人家可以直接抓包你这样子。嗯，那是坏人。变形完之后，你的颜色 ID 都会变成对方。嗯，对，那你可以自己解除，或者呢，时间到的时候，它也会自动的解除，就是30秒。嗯，解除也会有动画吗？解除也会有动画。哦，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变形跟解除的过程，你可能旁边不能有别人，不然就直接露馅。哦，对，那你30秒会自动解除，所以你在过程当中，你也可以自己解，你可以自己找到一个好地方，然后就把它解掉，这样子。对。那也有一个重点，就是一样，你拍桌的话不会是你变形的那个人，而是你本人。哦、okay, ，如果变成哈记，那我刀了人，那我去拍桌，那还会显示巧克力拍桌，不会是哈记拍桌。哦、所以你这也要注意一下。OK， 好，好那刚刚说的 bug 就是色盲模式，可能就是那个色盲天使们，可能尽量不要变成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会直接看破你的颜色。变成萝卜应该是橘色，然后可是色盲的人看你还是原本的颜色。我们刚刚有遇到这样的状况，不晓得将来会如何啦。好，那我们看一看是谁，我记一下，我记一下。我们要先记一下有谁是色盲的，那个两个粉粉的加一个紫。我站左边，我站左边。哦，我站。不要变成他们，至少不要变他们，他们很可怕。不要变粉色系，不要变啊。粉色系，可能也不能变了。诺伊诺伊，百变怪耶！好多，玩的。另外三个职业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科学家，嗯、科学家就是他随时都有那个生命面板，可以看大家的生命状态。哦，好不错啊！哦，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哎、欸，谁倒了，或者谁现在已经没有生命的特征。但他重点呢，是他的续航只有5秒，你只能看5秒。五、哦、秒一下这样，电池有点短哦。对，但你要怎样让它恢复电呢？就是你只要去完成任务，那就可以去补充它的能量。但有时候可能是连续任务吧，我不知道。我测试就是有时候完成几个任务，它才会充电完成。嗯，对，所以就是可能注意一下，科学家可以去看，好不好？好。再来呢，工程师跟我们的模组一样，是可以钻地下道的。但是呢，它的特色是它钻地下道是你没办法永久在里面，最多就是待15秒、哦、你就会被直接赶出来。哦，不能躲在里面。对，那你钻你也不能一直钻进钻出钻进钻出钻进钻出会被告，不是它就是、哦、你钻进钻出想要再钻就要等30秒的 CD， 要等 CD 好。
那在工程师在里面内鬼好像看不太到，我刚刚测试好像看不太到，可能可以再来看看，好吧？好。那最后一个叫做守护天使，守护天使不是一开始预设职业，而是最先死亡的船员，他会变成守护天使。他可以干嘛呢？他就可以飞在人的旁边，那施展保护就有点类似医生的护盾一样。但是那个护盾呢，只有维持十秒钟。紧急用的，紧急用的，所以你就要看鬼，感觉好像真的要刀的时候，赶快去护盾他就可以了。啊跳，哎、欸，但他护盾也是 CD 的，就是他 CD 60秒，你60秒好了之后，你又可以再护盾一个人十秒这样子。被套的知道吗？被套的不确定呢、欸。哦，等下他设定只有伪装者可看见，那我们是让伪装者看不到。嗯，好，好这样的话有点 OP 耶、欸，就试试看。但是我们玩三个内鬼。好吧，三个内鬼都是变形者。哦哟，好恐怖哦！然后有三个不一样的颜色，但 ID 一样，那就尴尬了。真的，如果变到同一个就好笑了。变到同一个，对，不能沟通是吗？哎、欸，那我们也试试看。不行啊，游戏中对他的趴数不太理解啦。我三个变形者，但我们50%哦。好啊好啊，对，要等下看是有没有50%三个，还是每一个都50%的意思？还是变成50%？1.5人，50%成功也太那个。衣服穿一半啊！哎呀，那就科学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守护天使我们也两个，好不好？好啊好啊好啊！最先守护天使，你还可以当守护天使试试看。好哎好哎好。我要当天使。哎呦，他的速度好像都调整过了，我们要再调一下啊！你要调一下，你要调一下啊！阿纪，0.75吧。阿纪，我个问题，好像你的宠物怎么来的？啊，我上面可以选啊。我的小孩不见了、欸，哎，对啊。宠物都没了。对啊，或者你有？这里面吧，不是。你们要按 process， 他一进来的时候，那英文你按正中间那个按钮。哦。他的英文讲说，你要不要那个把你东西带回来？哦那没按了之后可以再去带，看到那个哎、欸，这么大、欸，哇，都可以带回来了，那之后再弄，啊，真的吗？就来了、哦，巧克力设定，三个鬼哦，啊，50%是变形者哦，小心，啊，恭喜，关麦，再见，大家拜拜，拜拜，啊，又没睡觉，有睡啦，听这声音就知道有在睡，好不好？我睡了两小时，所以狼人杀是刚刚开台的时候，开台前15分钟才开始才去报单的，这边本来是12个了，然后是我临时加进来。啊，露米干嘛把我带到恐怖的地方杀了我？嗯，但这个女团有问题，这女团有问题。然后这时候播什么 KTA 的歌啊？其实我在偷跑光宇啦。如果你看我只是一只羊，绿草因为我变得芬芳。好困哦，爱吃巧克力，因为错误离开游戏。哎、欸，是孟娜吧？啊，哎、欸，那个不好意思啊，那个是不是有人、啊？我有看到，有我看到有人掉线，断了，你们也断了吗、那個？没有啊，我没有，只有你而已，只有你断了，杀人断线，有没有？我要怎么办？那你们继续玩，好，我继续，我去验证完整性，你们继续打。OK， 好，发现尸体啊，是在我们那个店房那边啊，哎。对，然后依照这个颜色的样子，没记错，应该我是看到的是孟娜。对，然后呢，其实老实说，我要直接，我就直接拍身份出来好了啦，我是科学家。
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早在前面那个事件发生之前，我就看到一开始是哈基先死掉，然后我就觉得不对耶，太快了吧。然后呢，我就那个时候好像，我那个时候是在就是你们有印象那个可以看大家的就是一个房间有几个人的那边，哎，我一开始在那边，然后呢之后呢就是我一看到不对耶，我要赶快去找尸体，然后呢我就沿路这样绕到大厅，然后到右边那边，有那个是要船头吗？那边对，然后呢再一路往下走，然后这样绕一大圈到那个电房那边，对，然后呢就看到孟娜尸体这样，然后反而哈基的没看到，然后呢那个时候在孟娜就是发现孟娜尸体之前就有看到，哎，又有第三个人死掉，然后现在看到好事发发这样，发发哇，我刚刚好像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你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我刚刚要下来解任务，然后我开地图在看，然后就我看到迪叔从下面走上来，可是那边好像有尸体。哈，所以你有发现谁的尸体？我看到就是巧克力刚刚在我旁边啊。没有巧克力断线。我刚要解任务、啊，我刚在旁边啊。然后我以为是他杀的、啊嗯，我以为他要杀我啊。啊，巧克力没有死掉啊，他是断线、欸。巧克力没死掉，他是断线、啊。巧克力杀他是断线，他不是死掉，他是断线。人是不是你杀的想嫁祸？没有，真的不是，我解两个任务哎、欸，我还在那边找地图。那团团是科学家嘛？那我这边的话，能保小雨跟麻衣，哎、欸，还有我哎、欸。哦，我不知道哎、欸，你不知道在养气势跟小雨？那、好，我先讲。可是你那时候是已经走我们解完那个之后从上面下来，如果以他们位置来说，比较没那么危险。比较。是吗？我对啊，因为团团说的在比较好，因为刚在左边的有露米跟迪叔在那个船头，那叫三郎、啊。右边，抱歉，右边。露米在护盾室就那叫三郎是哪？诺英、麻衣，没有麻衣宝啊，麻衣宝。哦，那诺英跟谁？嗯，诺英、迪叔、米菲、露米。诺英、迪叔、米菲。那迪叔刚在右边啊，迪叔蛮早就走了，我们还一开始跟我们在那个接，可是这边这边。可是这边三刀哎、欸，三刀肯定是不可能一个，啊、不可能一人两刀、啊，所以肯定是一人一刀、啊。这个时间一定是一刀而已啊，嗯、对啊，所以是。那不然就是剩下的这几个没人互保，你们没办法保的话，要不要你们先讲一下你们身份是什么？对啊，我是船员。嗯，我是船员。你不是船员吧？我是船员有几个啊？船很多个，船员这样很多个，很多个，其实蛮多个的啦，只有三个职业而已。对，然后是什么、欸我只能说我没有遇到任何人。那然后我在那个、看那个电视。哎、时间要到了。那我还是投一下。我知道了，直觉投票，各位直觉投票，投一下，投一下，直觉投。好，马英小雨，我们等一下走一起好不好？好。我觉得危险。抱团。我小雨跟波波其实是狼啊，你看我只是一只羊。啊，猛点。因为我变得很棒。哎，干！要成就啦！不可能的任务，怎么可能不可能？看，那个谁，诺英不在这。诺英、麻衣跟米菲。然后没有破坏。
什么鬼？死要杀人了！死要杀人了！死要杀人了！不用。没问题啊！不要跟着我！不要跟着我！不要跟着我！蚂蚁不好意思啊，我要说一件很残酷的，我一直很好奇的问题，蚂蚁死在那个电房的下方，对，然后呢，上面我好像看到米菲，我怀疑他很久了。那不然你别人刚刚在哪里？我刚刚在刷卡，一直逼不过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等一下，那你想说一件事情，在无关游戏，蚂蚁变红色了。因为刚刚你们不是色弱吗？啊，对啊，你们色你是盲目色，所以你是没事那个颜色那颜色。对。所以要嘛就是电房的那个米菲是，等一下那我想问一下，刷卡刷不过是不是？你是刷中央式的卡吗？那是什么？我等下我忘记了在哪裡。你是从包包皮包里面拿出卡吗？你旁边有没有人？你是从皮包里面拿出刀，对不对？一直旁边有人吗？走啊走的。所以旁边是谁？有经过迪叔，然后我也经过繁星。你在哪？他说他一直在刷卡刷不过啊。你看，你看 DC 有地图啊，你看 DC 地图。我没进，我遇过米菲耶。那迪叔，你在货仓遇到米菲是不是？对，那时候。然后米菲是往电房那方向走吗？这个是中央市吗？还是什么？完蛋，那对对，你刷卡 DC 有地图啊 ，DC 有地图，刷卡应该是在中央市啦，你应该在中央市。对，然后我就走出来遇到迪叔，再从货仓进电房遇到繁星，就是那个通道那边遇到他。然后之后你走去哪了？我就在电房要按那个啊，连接电管。可是这样子不太对啊！啊，下面有一个尸体欸，我没有看到欸。我在货仓去运油的时候也没看到你。怎么可能？你又没跟我猜？不是，那多久前的事啊？没有，就是我要走过去看到。很久欸，如果说你要还是有人变我啊，是很近的事情哦，因为。关店的时候，我跟 Bobo 跟蚂蚁，我们都还在电房。然后后来我们就往下走，往左边走的时候遇到团团，跟我繁星团团跟诺英走过来，然后 Bobo 自己走上去，我说：“哇 ，Bobo 那边很危险，你怎么敢进来？”我跟你讲，我这边很多人，那个谁刀了我，那个肯定是剑心。对，然后后来我跟 Bobo 往上走，我才刚走上去，那个在哪里啊？那个上引擎那边，然后任务刚解完，然后你们就然后再回到上引擎，对。我刚在中央室外遇到一只 Bobo 欸，我想说他不是要跟别人一起走，为什么单走？那你遇到百变怪了，遇到百变怪了，那你遇到假的，假的，因为 Bobo 一直跟我走在一起。所以刚刚最后米菲的位置是在刷卡，不是我刷完卡刷不过我就放弃了，然后所以你最后是在电房弄电线，对，我在电线那边。可是其实，可是他这边的确也是狼坑的其中一员啊，是其中一员没错啦。但是就是我突然在想，就是如果是他的话，
会不会真的没有看到那尸体？因为那个尸体真的是很长的很心机，就是他真的是露一个脚而已。可是那时候麻衣，我跟你讲，麻衣那时候是有跟我们一起出电访的、哦、所以应该是死在走廊上之类的。没有，他在电访、嗯，就你有印象，电访中间有一个横杆凸出来，然后你不是要绕一个回字形进去里面吗？哦，他是在，他是刚好几乎藏在那个中间横杆那边。啊，好啦，横杆就很敢、哦、很敢哦。好啦，我没办法了，哎，米菲没办法了。艺术还是很危险哦，艺术。我没有，我真的很危险，也是很危险哦，怪怪的哦。你才怪。啊。我没知道，别看我这是一只鸭。啊，应该拿这个才对。而且刚是有保护的、欸，一定是有人落单，然后被那个守护天使救。我觉得哈基会想要跟着团团的，不然你们怎么说？哎呦，不要不要不要！导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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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完了。好，跟着团团好了，冲啊！我陪你，我陪你，我陪你。没有啦，怀疑诺英很久了。其实刚刚诺英就是一个人落单啊。又果是氧气，我任务解完了，不知道干嘛。没错吧？我这次解完了吧？吓到！你很敢哦！
你超有的、哦，该拍了吧？是该拍了，没有就没有拍了，没有写完了。其实一直都在定心电图，是没有人死没错，可是一直都没有。会不会有个可能性是，这个游戏如果中间断掉的话，任务是会自动帮你解完？不会，自动会吧？之前是会啊，之前是会吧？会啊，会啊。对啊。然后刚刚你们有看到那个讯息吗？那个是保护某个人呐、啊？哦，有，刚刚都有，刚刚都有哈。对，就代表之中其实是有。有人刚刚讲，刚你自己去跟刚你自己去解的哦，跟我自己去解的。刚那个紧急任务三个比较紧急任务那边只有团团而已，是他太对，不然他就让我们死就好了。对啊，只有我解，然后你们基本上你们全都抱一起，对不对？解完了啊，对，我解完了，我解完了。这个守护天使保护你们，该不会是保护我吧？我觉得是哎、欸，我就是哈基一直跟着你哎、欸。对啊，旁边有一个人，爱的光，这个人叫卢米。给他死！我没有动手，我是死吗？你没有动手，你没有动手，你没有动手。对啊，你还没动手是不是？是五秒哎，你还不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跟卢米其实算是很到那边就已经剩下大概三秒还是四秒以上就已经很紧张。对压秒解掉。我们就压秒解掉。七个人哦，好像是七个人。那刚刚代表米菲那个的确是狼啊，因为如果他们这边还有三狼的话。他们在随便其实随便杀一个就搞不好那个狼断线了啊！哎，说不定对，说不定其实有一个。我刚才在猜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诺英怪怪、欸，对，就是我们不是有两次去解那个吗？对。然后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跟团团往右边走，然后我看到那个时候不是大家都要往那个氧气那边冲过去，可是诺英是站在原地看我们到的时候，他才开始走。有两次在那个在货仓那边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站在那个货仓的那个后面站在那边？你说你真的安全吗？我能相信你吗？真的很安全啊！哎、欸，你还不相信我一整场了。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之前讲的坑位，就是卢米诺因嘛，然后就这两个去挑嘛，嗯，或者是两个都是。我知道我很危险，哦，想睡。我都随便，因为我不知道我很危险。刚有一次解电，第一个解的是我解的啊，第二个是我解的啊。可是你们抱团的时候你都不在，都一个人啊。没事，卢米诺因二选一，大家自由投票，自由行政是不是？自由行政，哇，自由行政，女团下去。女团下去，守护天使是不是有点强啊？我觉得是两个一直跟着团团呢，两个一直跟着团团，我会重点看卢米白，啊，两个天使跟着团团吧，两个小天使，我不该拍的，对不对？没办法了，我不该拍的，是你输啊！叔叔，竟然是你，他已经找不到时间杀人了。我不该拍，应该闹的。你居然是你，我仿佛……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任务是全都解完了，解完了。我觉得应该有死人的还没解完，是不是跟着人，结果没有办法解？啊，我觉得有机会。对啊，因为啊，团团很危险这样子。就直接说了吧，有人还没解吗？因为怕还是有 bug。我解完啦、啊，可是我有一个谁还没解？谁？露米还没解完吗？解完了。要看那个左边的列表。变鬼还要那个吗？解什么？解任务。你任务有完成吗？在哪里？哦，你说左边那个吗？
对，地图上的金字塔没有，没有，你要把它解一解，你要把它全解完，都要解完才会。那应该就是这样子。对，我们玩很久，你要我想说到底怎么还是差不多解完了？不是，你刚不是在死人区，你可以问其他死人呢。我第一次玩，我不知道，抱歉抱歉。想问一下，那那个守护天使，如果是守护到那个人，他们你们会知道你们自己身上有盾吗？我刚刚就想问这个啊。我刚没，我不知道，没看到。我们有第一个守护的是那个我保护米菲，啊，他原本是对，然后迪叔要刀没刀到，然后第二个是梦娜保护小雨，对，啊被那个没有，我完全没看到，所以玩家看不到，玩家玩家看不到，完全玩家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稍微判断，因为当守护天使会使用技能，已经就代表你可能遇到危险，因为幽灵会知道狼是谁嘛，对，嗯，对，嗯。好的，不好意思，还有一个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死掉的人能下去吗？可以啊，马上死的先别下去。开桌的时候，因为就是他这个不像那个我们外装的那个东西，他是会显示说哦谁谁谁是什么职业。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讨论说，哎，我刚刚这个刚刚杀手是谁这样子吗？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变鬼，我们死掉了都可以。都可以看不到，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看不到谁是鬼，看不到你们的身份，对对对，我们知道我们刚被谁杀了，哦、看不到其他鬼是谁。对，因为刚刚哈基是守护天使，然后因为我是被迪叔刀的，然后我就哈基就问我说：“哎、欸，你是被谁杀？”我说：“哦，迪叔是狼这样子。”嗯，然后、嗯、然后没办法全部看啊。我们没办法，没办法，所以我觉得死人没关系，死人就可以讲不是吗？死人没关系吧？死人没关系吧？死掉没关系吧？对啊。我怕会有那个，没事，没事，没事。嗯，房间同一个吗？出来是好。巧，要重开吗？我重啊，对，重开，对吧？好，我整个砍掉重装了。我刚刚鬼，然后我想要刀米菲，然后大家去他就显示我问有 bug， 结果真的是你是鬼耶，是你哦，真的是。你知道他刚在我旁边，我就躲了一下，我说不对，巧克力在我旁边，他是不是想杀我？我就觉得我抓不住，怎么办？全部砍光光了，干干净净了。那问一下，刚刚那个诺英跟迪叔有变成百变怪吗？没有哎、欸，我是伪装者，我也是。那他的五十，那我觉得他的五十就是要么是零，要么是三。哦哦，对，就不会有一个是中间值，不是每个人去拼搏，是直接三个这样去。哦，三个去拼搏，对。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三个都是变形者咯，这样好一点。有了，孩子出现了，都可以。对，好的，记得死掉就要解任务。对，解任务哦。哎，你们有那个地图打开，上面有金汤？有，会有，解不解？要解不解？要看左边的那个列表有完成就好。好的，地图会卡金汤哦。米菲要记得，你死了还是幽灵，还是可以去完成任务。好，我不能报复他们。因为全部人都完成任务的话，好人就是直接报复谁啦？我刚刚就说是他，没人相信。你问我是什么颜色？你是灰色。你看一下，灰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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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灰啊，偏黑一点呢。对，偏黑一点，偏黑一点，对，比米菲黑一点。对，哎，我怎么变这个颜色了？对，米菲也是灰灰的。你是米，你跟米菲很像哦。米菲换了，换了，不要，我要粉红色。没事，你们两个都粉粉的，没事啊。选好颜色，选好颜色，加好离手，就要出门了，就要出门了。好的。好，蒙娜 OK 吗？蒙娜。那我什么颜色啊？淡一点的巧克力。淡一点的巧克力。淡了一点白巧克力的巧克力。那个牛奶巧克力色。看起来好像水泥哦。对啊，水泥啊，水泥色。水泥色，水泥色，水泥色，水泥色。我是想说喵哈啦。好，走了，走了。喵哈啦。哈基的变形者哦。好，关麦。迪叔。好亮哦，这字体这么亮啊！等一下，我画面有哦，有好。哎呦，孩子啊，你回来啦！还，我什么职业？好白痴哦，想说什么？嘟噜。人都好了，我希望都好了。
想当狼，真的不想当狼，当狼好累哦。我今天要我五点多去睡的时候，不行，真的要睡了。就算再不想睡，你还是要睡，晚上还要开台，不然我就说啊，不想开了，不想开了，啊，再不开下去要穷死啦！哎，可以相信你吗？你说早上下播的时候吗？早上下播哦，不能看聊天室啊，看完这一次，早上下。他是不是刀人都会断啊？对啊，是不是刀人都会断啊？我觉得他是坏人，我觉得坏人，我觉得坏人，我觉得你。你被惩罚了哎、欸！对，死掉的是 Bobo， 那应该是他了。你，他是加拿大鹅。你快打的哎！被天罚哎！天罚！加拿大 Bobo。加拿大 Bobo。这个我直接拍桌还是怎样？没有，是发发牌。他没有发牌，要死。发牌的。哈哈哈哈哈！看到半线拍桌就知道了，好惨呢，天谴！Q Q， 只能招一招的狼。哎呀！而且我还想说，哎、欸，奇怪，怎么直接尸体在旁边啊？人呢？奇怪，那个人呢？奇怪呢？见不见？好了。哇，那就这些人。就跳过啊，现在也没事啊，聊一下聊天吗？聊天吗？聊一下，聊一下。对啊，我以一命做牺牲，天罚就跳过一天嘛。我说狼王自狼王吗？狼王自爆。狼王，狼王自爆，狼王自爆。你自爆，你自爆。加拿大鹅啦，加拿大鹅。加拿大。加拿大波波啊。白痴，嗯，阿龙你怎么长这样？要去哪里呀、啊？啊、哦！白痴哦，被自己吓到。噔噔噔。啊。好困哦。雨林，哦，放心啦、啊，不会让你穷。来，这是宵夜。真相永远只有一个。保护到人呢、欸。哇哦！哇哦！我亲眼看到了一个真相。真相是什么？谁要自首吗？那位同仁？啊、是哈基还是伊里头吗？伊里头，伊里头。啊，那是什么？哈哈哈哈哈！红人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你看到啥？你看到啥？哦，我看到那个，哎、欸，哦，可是我不确定哎，如果有百变，等一下你刚刚看到是谁？刚刚看到是谁？你看到是谁？看到的是那个，突然叫不出名字，我看一下。
看到麻衣杀了诺英，所以我拍到自己是诺英的。那个，等一下我问一下，芳芳，你那个时候还有跟哈纪跟卢米走一起？嗯，有。可是迪叔其实很早，迪叔很早之前就死了，因为我是科学家，我看到迪叔已经死蛮久了。对。然后我是看到现行犯，可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变形者，所以麻衣这边可以先讲一下。那就问麻衣最后在哪里啊？我妈，我最后在哪？我看一下，下引擎室，下引擎那边。那发发，你最后看到是发发，你的案发地点在哪？对，我的案发地点在货仓的样子。有人刚刚在下引擎室吗？拍多钱？我在哪里？还是我自己记错了呀？我不知道，这是货仓还是引擎室？就反正就是一个往上走的地方。在哪里啊？波波死很久了，波波死很久了。我就是柯南，我走到哪就是死人。离你远一点哦。真的？你自拍知道？我不知道哎，我觉得麻，就我现在只能踩麻衣。如果麻衣没办法讲出一个很那个，因为就是现行犯在我面前，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哎。麻衣，我把我们家都已经给杀了。你有其他路径吗？遇到谁之类的？对，谁可以保你说你走了在那边走过去那边？等一下哦，我觉得可能没有啊，怎么碰到鬼啦？那个诺英是工程师啦，他一直在我面前跳来跳去。哦，他有在跳。对，所以等下谁敢跳的话，就是他。那麻衣，你是从哪里到货仓？他是到下引擎室哎，对，我在下引擎室。哦，你在下引擎，然后到电房那边。是为什么越来越小声？你听起来有点心虚。越来越远了。对，队友死，队友走了一个，你很紧张对不对？你是不是？那你怎么办？麻衣没事啦，没事没事。我要说我的遗言，我要说我的遗言。好，我想吃鸡排。好啊，饿了。你大家可以点了。对，可以点一下。呀，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很亮呢。就是一只虫，跟着光点走。刚杰云塞给我300块，我看到了，谢谢。我等一下可以吃宵夜了。啊。哦，刚刚爆雷的那个是指你只要看到有人聊天室是被 mod 删掉，那就是有人违规，要么爆雷，要么是没遵守台规啊。是你啊。我刚想说再看画面看一看怎么回画面说你被 ban， 不你爆雷，我说啊做了什么事情啊？荧幕亮度调低，你是说游戏荧幕亮度吗？靠呀，我在看聊天室。白萝卜，你干嘛？那个，太好，你有拍桌，太好，你有拍桌。我刚刚有没有想拍的？我在犹豫。我刚刚看到波波复活。对。我刚刚想说我要偷偷跟着他，等他变出原形。啊？结果没有。那是天使波波吗？还是不是？那是变成白变怪，变成波波。啊，可以变。跑去变成。第一轮就死掉了，哇，死人不活哎、欸！不是，那是僵尸，然后我要说 ，Lumi、Lumi、发发、哈纪跟我不可能是 Lumi、发发、哈纪，我们四个人是可以互保，不可能变 Popo。那就什么意思？那你们几个有办法互保？不。不不
就是有看到彼此吗？没有哎、欸。我看到优逸，我刚刚一直往优逸旁边。可是米菲都超怪的，米菲都是在一个角落，看到我过去，他就往我那边冲。所以，我看到优逸，我看到优逸，优逸，优逸。他想跟他想告白啊？有没有躲在边边？没有，真的他哎。有人变 Bobo 应该是繁星或是孟娜其中一个。一定要解释，我第一个回合已经变 Bobo 了，我已经维持两个回合都是 Bobo， 完全没有解释任何东西。我就说他奇怪，他到底看我是梦娜还是看我是 Bobo 啊？可是我自己看自己是 Bobo 哎、欸，我不知道我是 Bobo 还是梦娜，我不知道，然后我就刀了他，完了完了，哇，我是个 bug， 完了，你变 Bobo 两回合哦，你变两回合哎、欸，而且我没有，而且我没有点变身，我就是出来就是 Bobo， 我还是。哇塞！他可以这样玩的、喔，他没得选择，他没得死人呐、啊！他可以变死人，好酷、喔！我很问他，我很怀疑我自己到底是梦娜还是 Bobo， 我也很怀疑你们看到的是什么。然后看团团，都是 Bobo 啦，都是 Bobo。我看到 Bobo 怎么在我旁边，我就很奇怪。我是梦娜，这样可以告 Bobo 了。欸、为什么你第一天就变成我过来刀我？我傻眼，我被自己刀掉。自己刀哦，所以巧克力不是。杀人团是发生什么事情？有人我从知道吗？我在引擎室就是看到梦娜一直变 Bobo， 我很想提醒他说，你知道你是 Bobo， 你是死人。你是死人吗？巧克力第一天超过分的，我看到想我有另外一个我不对哦，爸爸快点，你看他是假的，然后我就死了。你知道有人保？那我问守护天使有保发发吗？我有啊，我有保啊。是那我可能就是保了，然后我刀，然后就爆了，不晓得。好，可是你没有啊？可是上一场也是啊，因为那时候哈基有保、啊。没有第一场那时候还没，大家都没死呢。你第一次是杀我呢 ？Bobo 是第一个死的，我第一个死的，不是第一个死的，是我杀的。没有，我没有刀你啊 ，Bobo。我啊啊，刀你的是我刀的、欸。刀你也是梦娜的，我变成 Bobo 去刀 Bobo 啊, 啊为什么是巧克力断啊？为什么是你断啊？对啊，我后来刀翻嘛，然后就不小心刀断了。哇、所以是砍到守护天使哦，被反弹哦。没有，可能在尸体旁边刀，然后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断了。哦，没事啊，Bobo 看。对，我这是我。换一张地图。我满头问号。为什么你的名字是问号、啊？我不知道。哎呀，哎，真的，问号，问号，问号，哎，这个没有 bug 哦，怪怪的哦，满头问号，不是，我看到那个局一开始就看到我，然后我想说，你都没看到吗？有一个死人在那边走，有啊，我那时候看到，奇怪，为什么 Bobo 在旁边？好，我开，等我一下，笑死，我在看迪叔一直看着我 ，H Q O P O L， 好，想说你是 bug。直接跑走，我根本就没有看到。我不知道百变不可以变死人，我那时候很震惊，我说：“哎、欸，是真波好吗？”啊，我们去 A 区。那你那个变身就是连用都不用用，它就持续的變。不用啊！我就一直重生的时候，我已经是波波了。啊，到底是什么 bug 啊？我不知道。啊、没有，那应该是因为上一天你变波波，然后我们拍桌了，所以他进去之后。然后我变永久性的波波。啊，你是永久性的。对啊，完全没有变啊，完全没有事哎、欸。对啊。我去，这是 Bobo 当初乱套，无敌了吧？他这是 Bobo 的形状嘞，无敌了吧？对耶，那个我们后面整场没看到梦呢。哦，对，你们看到的都是 Bobo， 好快哦，是的。哎、欸，那个跑速，我们速度超快的，我们 1.25， 我们超快。哎、欸，为什么我的还有其他字？还有其他字？你是未来人是不是？哎、欸，没有，我的移到最下面看的时候也会。还是是之前那个快好快，就魔族的那个他在超前，你等下就会被弄作弊了，你等下就被作弊了，什么鬼？开房的是不是？移动零点七五，移动零点七五，好快哦！四线可能可以一啦，哎，我们四线这样好像就可以了，对，差不多吧。哇，我觉得是零，杀人40秒，杀人40秒。然后杀人距离中，视觉式任务是什么？视觉关闭啊，关闭。这可不可以看到
哦，看那个啦，左上角那个。匿名投票，匿名投票要哎，对，你知道哎，是匿名投票有。然后普通的任务是2，长的是1。哦，你开 Air Sharp 是不是？对，我开 Air Sharp。那我们这场特别一点啊，我们就那个、啊、大家都可以来当工程师。工程师，工程师，全部工程师是什么？避免对十个工程师，科学家不用了。十个工程师，科学家十个，这样子天使的两个人一样可以变成守护天使，好不好？十个工程师哦，对，就大家都可以遁地，但是你那个遁地可能可以调一下，就可能也调40秒。遁地哪里可以调？地是按旁边，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哦，有地道，弄有啊，钻地道的，他要么是工程师，要么是内鬼。哇，好有用的资讯，太有用了吧？哇，哦，是这样子的哦。对，这样子分，对对对对。工程师有工程师的地道有时间限制。对啊，对，他不能一直出问题，太久会把你踢出来，而且你没办法一直上下啦。对，所以可以一直上下，肯定就是鬼。鬼。然后我大概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变色吗？你们是不是有装模组啊？没有，我卸载了。没有哎、欸。我今天刚下载，卸载干净没有？你现在在回答你说没有的都是色盲组的。对因为我刚刚去确认一下团团，因为我看团团是绿色，我看团团的直播，可是我没有他的那个颜色。对啊，团团像是绿色的，没错吧？绿色的啊，我现在看团团跟波波差不多色。是啊，我看是团团粉色，他们色色，你们差不多，你们换个绿色。团团是肤色，有三个绿，有三个绿，哎，他们颜色一样绿。等等等，团团是肤色吧？麻衣站下来，波波团团麻衣站下来。好，站一排，站一排，站一排。他们三个是一样颜色的，到左边不一样的，到右边。三个是一样的，配一组。盲主，我加入了色盲，色盲，色盲女团。哇！你怎么这样子？你一切全部都砍掉重装。哇！空降女团，全部砍掉。又想要删掉哦。我是全砍，哎，我都没动哎。我是全砍。哦，那可能是我没全砍的关系。我也没全砍哎，没有全砍的关系。但是我刚全是你们。对，但刚刚第二场，我即便全砍去玩，然后还是作弊踢出，不晓得。对，还是被踢出去了。对啊，砍一个人就还是那会不会你刀的是那个有就是有那种一样颜色的？对，哦，有出去了，有模组的，是不是？哇，其他颜色正常了吧？模组害我作弊哦！哇，我颜色正常了吧？你是黄色，你是黄色，你是黄色的，黄色的。不然我们就用那个啊，用那个他内件的颜色就好了，用内件颜色就好。内件哦，你们不是哦，难怪变黄了。黄了，内件看一下。看不出来，那件应该就是那种鲜艳的颜色，那几个。对对对，很亮。上面那几个吗？我这个也没看过。好，那也给我一分钟。可以看这个，可以看这个颜色。我直接验证完整性一分钟。对，你们颜色只有18种，我超过下面，超下面多哎，超多。对对对，所以就是，哎，模组的部分吧。不然就是我们先选，对啊，就都选预见内建设的。哦，我可能你还是会被作弊提出来，但真的哎，就不会有问题了。因为应该所有人都验证之后就不会。那我也去验一下好了。那我们验证一下吗？因为我没有死过啊。对啊，我也没有。都验证，都验证。等下刀了我，你们死掉。等一下，有了，我颜色只是验证完整性，没有我们那个色盲女团不用管理，对，你们不用，我们要改名叫色盲天团，色盲天团，色盲天团，色盲还是正常的，不是就是色盲的都是有装的，砍掉嘞，我想说这个是我今天才刚下，验证不了完整性，可是验证完整性好像还是会炸哎，那你就把它其他的内容位置把它全部砍掉，对，然后再重装，到那边去砍，然后重装。好，把它重装。你就卸载，然后卸载游戏。对，好，资料夹都砍光光。嗯，然后再安装这样。我刚资料夹是的，好的。我差点砍到，我差点砍到 Apex， 吓死我了。哈哈哈哈哈！很久哦，很久啊，很久啊，超久。那档案超大。好了。好，我快笑死了。你是刚那个真的太好笑了。不是，对，我就想说，有一个死掉的 BOP 一直在那边走，你们怎么都没人要去管一下？主办单位能不能管一下？我一开始没发现，我就先跑了。我想说，你怎么没有人去拍坐？我快笑死了。然后我一直在自我怀疑，
那到底是谁啊？我怀疑是我。你要想想看，刚刚那场白冰官有多辛苦，一个砍人断线，一个一直变死人，然后我躲了一个鬼。变死还是可以砍人吧，应该没差吧。你赶快吃鸡排啊，你好气哦、喔欸、变死人根本无敌了、欸、对、啊、好好好，无敌了吧，无敌了吧，无从找起耶，死人咬人啊，僵尸耶，天哪、啊、你这样理论上大家会一直追着你，然后看你要什么时候变形，然后你就没办法变回来、啊、你就一个接着一个变回来啊，完全没办法，他完全不会解除。欸、你这样其实是超无敌的，除非大家发现这件事情。可是通常除非你是你去拍到桌哎、欸，不然没有人发现、欸。没有啊，你们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过我就知道是我啦。就是哦，我都没有看到梦奈、欸，就对啊。因为直觉是变形是那个时间性啊。嗯啊。哦，又开一个新的。对对对对对，我开。好。然后等一下就是波波段。抱歉抱歉。Yes。 有啊，让你有游戏体验一下，让你游戏体验一下。哦，有啊、欸、有，颜色变好少。对，这正常嘞。突然截取不到游戏了，白痴哦、喔。哎呀，哎、欸，那我这玫瑰是玫红色，刚刚其实就有哎、欸。有啊。对啊，它有十八种颜色。对啊。对。我还剩那么多。你资料夹你有整个砍掉吗？有啊。哦，我再试。我再试一次。C 槽或 D 槽吧。你开游戏的时候，你游戏直接按右键的内容，我知道啊。它的位置直接把它整个砍掉。我刚刚是解除安装，发现它还在，我就才把手动删掉。对，因为我想说我也有更新，应该是会不会？他自己砍，那你砍了两次。但我砍了还是被作弊踢出。因为你砍到的是没有砍到没砍的，你可能砍怪怪的，无敌的吧？我也砍波波啊！我对啊，我那时候有砍哈基一个，然后第二次是要砍那个米菲，然后就断。然后第二场是砍发发，是吧？因为我是内镜颜色啊，我一直都内镜。主要是那个吧，可能尸体旁边有的，我也不晓得。我觉得你应该是砍到盾吧。哎、欸，我的那时候米菲没人保护啊，因为没人要保护米菲啊。哦，也是有啊，一开始哈基有保我哎、欸。没有，我保你那次挡到的是迪叔，迪叔砍下去失败、哦，所以巧克力砍那次那时候我不在。嗯，对啊，怪。然后我就一直贴优衣了。贴优衣就票他了，票他了。你很危险，你会被票出去，你知道吗？你再靠近我，就把你票出去。我一个人走也不行，跟你也不行，我踩下去。来了，等一下哦，我去确认。啊，你看一下颜色。哦，有了，有了，有了。哇，我想说，一直以来都这个颜色，没差。来吧，这一场我相信所有人都可以钻地下道了。可以的。等我一下呀。等都好，走起，马上，好 ，right now， 好，现在，好 ，right now， 尼玛，好，尼玛嘎，走啊，好，走啊，走啊，再给我，再给我两，再给我，乖乖，乖乖，要多久？不要不要，天哪，啊，哦。等一下哦，你没有，我刚刚只取坏了哦，你按到自动，然后再把它截回来。团团，它可以解锁耳机耶，哎呦哎呦，有哎，我看一下，有了，好了，走了 ，Let's go，Let's go， 设定有没有对？设定对了，好，装起来 ，Let's go，Let's go， 关起来，关麦。哎，我有关吗？还没。哦不哦不，
发一只加发财啦，吵死了。死了这么多人，好多，太多了吧，太多了吧，好恐怖哦！看到了，我看哦，米菲，我刚刚还有看到哦，我刚刚看巧克力跟米菲跟法法在会议室，巧克力米菲下去走了，但是法法的尸体是我是看到法法的尸体，然后在哪里看到？我在厨房看到的，啊啊，对，所以有百变怪变法法啊。对，哦，有，没错，对，应该就是有百变怪变发发哦。然后我刚刚也是跟孟娜看的差不多，因为刚米菲这个尸体很新鲜哦，他尸体米菲在最右上角的会议室，会议室，对，因为那时候浮空台前一个任务就是那 BBB 嘛，然后我就是那时候解完，然后我就。BOBO 无情的带着浮空台到左边去，对啊，我带着到左边啊。对，那我就是钻地下道到左边，因为我会议室有任务，然后过程还有遇到哈基安全，你知道，然后我后来就是跟你们遇相遇嘛，然后我就搭了那个禁闭室那个船，不是那个浮空台的船，往右走，米菲刚好往搭了我后面的路，直接往左走。对，所以我这边的话，米菲才过来，因为那时候我完成任务之后，我下去，然后看到米菲上来，我就想说，米菲不可能会钻地下道过来。浮空台名在左边，对，原来是哈基过去，那就可以有合理的解释。然后后来我走了之后，就是看到孟娜，然后还有法法上去，我就觉得法法可能怪怪，可是我上去之后感觉法法的行动好像还好，我就走了。所以那是假法法，那是假法法，所以你们两个是安全的。假法法在上面刀了米菲，然后我是直接就走到大概机房的位置吧。对，因为你是在下面看到法法的、啊，你是在厨房看到的、啊。那会议室孟娜也有看到法法、啊、我下楼梯，我看他爬楼梯。对啊，那法法不可能，如果他是一个好人，他不可能从上面直接40秒内下去，不可能。对，那我讲一下，我是会议室解完之后往下，然后插那个红宝石那边，那个叫什么、啊？金库。那个金库，然后钻地道，刚刚不是有关灯，钻地道过去到观景台，把灯打开，然后往厨房走，就看到尸体了。嗯。这边有谁可以保的吗？我这边可以保哈基。我这一场在货仓，然后、啊、我在解完那个紧急任务之后，在大厅那边有遇到蚂蚁。对，然后后来我在大厅遇到蚂蚁哦。对，诺英说什么想说的？诺英今天诺英这一局都躲在那个保险箱货仓的保险箱，没有动。在、哦、了解。可是我没有看到迪叔哎。可是那边死角也很难看，死角也不好说啦。对啊，跟迪叔最后有在答案室擦肩而过，还是那是假的？还是假的？好烦哦、喔，超好乱哦、喔，超乱，乱，好了、欸。那韩金，你有看到？你有在会议室看到巧克力吗？你说我吗？对呀、啊，有啊，他比较早，有啊，往上走。啊，我都真的安全哦，他记了。你真的安全哦，我很担心你安全 啊不然那个发法是孟娜他也看到啊，关麦、哦、我好想尿尿，
哦，我抓到了团团，不是我，旁边是波波呢。没有啊，我刚刚去解，我刚刚解密码完上来，我就看到尸体啦，波波啊。对啊，可是那个时候只有你跟诺伊而已啊。哈，波波在左边呢。我在左边呢。波波在我上面这边有看到波波哎。你没有，是谁？等下是谁又变成我？没有，没有，你那个是假波波，我们这边那个很明显是真的。对，对啊，那是那个假波波啊？怎么会是我？不是啊，可是我看你跟他一起下去的哎、欸。没有啊，我刚刚很早就在下面一直点那个嘞，我没有动刀呢。可是他在楼梯呢。啊？他在楼梯啊啊！楼梯只有你呢。我在下面呢、欸。我在下面一直按那個。你已经上来了，你已经上来了。没有，我是上来，然后就看到台过去那边吗？不是，不是，不是，台过去的楼梯，楼梯。就是浮空台，不是它有个楼梯下去，然后就是刚刚要解那个任务。对，对啊，就是解那个任务的时候，就是那个是我来解的、啊。然后我就解解完之后，他有跟我下来吗？有，因为我那个时候从头到尾都是在看那个画面的、啊，就是都在点那个数字。有啊，因为我跟洛伊一起走的、啊，然后洛伊下去了，然后我就过去浮空台过对面，然后对面超多人，然后就回来，然后就看到尸体了。这边所以你这边梦的位置比较高一点了，我、嗯、对啊，是位置比较高，可是等下就是因为那边倒，那你怎么不咬旁边那个假波波啊？我没有咬到、啊，他不知道假波波是谁啊？我是假波波，我没有看到假波波啊？你的视角看不到吗？看过这样，因为他就在好人视角比较暗哦，是吗？没有啊，因为就在旁边而已啊。可是真的，我真的没有看到，我真的只有看到你而已。哦，好啦，团团、啊，我绝对相信你。我们剩九人，得票一个，拜拜，拜拜。我顺便说，我也觉得地叔很可疑，我也觉得，我刚刚那时候过来。钻地下到一起过来，然后他就很慢很慢很慢才过来。因为我一直我跟波波还有哈金的时候过去。不要再变成我了，拜托！我要顺其自然写一个男。波波波，这游戏怎么了，波波？你们不想玩这游戏，我跟你讲，昨天四五个波波都一样。我先说，我看到两个巧克力。什么？我怎么了？你看到两个巧克力过去没有解，然后又回来，想说你为什么要？没有，因为我看到两个巧克力，然后还有一个是谁？谁在那边？我过去的时候看到一只巧克力是倒的，然后看到一只萝卜啊。啊！我在按那个哎、欸。我看，反正我看到两个巧克力，然后这边是萝卜啊。这边是谁？哈基跟卢米吗？对对，哈基卢米在左边吗？我不行，我通风管还在 CD， 然后过去通风管在右边。对，我是原本想说上去拍桌。迪叔我不知道，我觉得迪叔，我觉得是迪叔，不是我，不是我，我都没在那里耶、欸，我在淋浴间耶、欸，你在淋浴间，我要走去的路上，然后就拍啦。啊，所以刚刚尸体在我脚下吗？对，你脚下。我在按东西耶、欸。在哪里啊？尸体在哪个位置啊？就是那个啊，紧急任务啊。在紧急任务的右边。右边的紧急任务的下面。我是卡在那画面，在等那左边的啊。已经两次都发生在那边了，刚刚有这次也是，很危险哦，很危险哦。我在那边做完哦。
这还没做完。波波，他现在是看到两个巧克力哦，这死的是巧克力哦，很危险哦。那你是迪苏吗？还是不是？我这一场是在货仓出生的，然后我去把电房剩下拉一拉，然后紧急任务就出现了，然后走到淋浴间的时候就拍桌了。阿基跟卢米现在比较怀疑谁啊？卢米可以保吗？我现在信的是你跟孟娜，其他的都问号。他相信他的汉堡，我相信孟娜哈基麻衣。那就是迪叔，那就迪叔跟萝卜啦。那我们先出迪叔好了，出白，直接报名投票。有这么报名，真下地狱。没有，我跟你讲，我刚第一场那么相信你，然后你把我刀了，我真的是会被气死。你这是可以了，安全，安全，安全。迪叔，拜拜。到不了哎、欸！你刚刚是谁变萝卜？萝卜，萝卜，等一下，萝卜了，看到萝卜变身了。哎、欸，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我刀 CD 完了，但是我刀不下去哎、欸，没有盾，没有，他有人保护我。不是不是，就说没有盾啊。那请问最后那个拍桌前有人？内鬼看不到盾啊，内鬼看不到盾，内鬼看不到盾啊。嗯，我看得到盾啊。我刚其实。刚刚你不是在更衣间那边刀你的时候盾就爆了、啊？哦、对，应该是保有，因为我们两个天使啊。然后没有没有没有，然后你在那个玩那个平台过去又回来的时候，那个刀刚好洗地完，然后我要刀你的时候按不下去。啊，你啊你还是你刚好是变回来的样子，然后就不能刀。没有啊，没有变也可以刀啊。贼宝波波啊，我就想变波波杀波波是谁呀、啊？你在那边，我刚看到超紧张的，我把他逼到角落，你知道吗？我说逼到角落，我在那边看到我是看不到的、啊，因为调设定应该是调真的有啊，看得到啊。我在想刚刚，等下我看一下，我看刚刚团团是被我害出去的啦。啊？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你先票一个、啊，你票一个。我不要啊。我们看设定。我不要啊。两分钟啊，大哥！太久了，我一小时没玩游戏了。游戏
不差这两分钟嘛。用巧克力活下去。不行，我真的觉得好好笑。所以刚刚是谁变巧克力杀巧克力？黎叔吧。黎叔啊。然后我变繁星，我只能赌繁星是好人，然后就出来就被繁星到了。好好笑。不是黎叔，你怎么跑掉了？这边很棒哎、欸。我 CD 还在。CD 手 CD 还在。我很紧张，然后我要变回来了。不是，我想说你到了之后换你，我们就一起变巧克力啊。哈一堆小，你看一下守护天使的那个更多，应该是有有有，他伪装者可见宝物是关的，啊，是关的啊，对对啊，那所以反正理论上你应该看不到，不不不不不不，看不到啊，因为你知道像那个时候刚开第一次就是发发牌实体牌之前，其实那个时候不是我一直在跟蚂蚁，我那时候其实一直想要暗杀，但是杀不下去啊，那个时候你们保护，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看到盾。哦，结果这个叫繁星特别，好神奇哦！嗯，来繁星，你看在那个，等我一下，我要角落，我快吓死了！我看一下我壁咚波波那一段。好，你就截一下那个。在哪里啊？在下面的时候吗？在那个。如果是楼梯下去，那时候我有宝。因为是在楼梯下去，系统设定是关闭的。来来来来来来，上次看不到，看一下、哦，直接贴 general 有没有？哎、欸，对耶，为什么你有盾啊？这一段是我宝宝宝的。对啊，你怎么会看到盾？好嘛，啊，为什么他这样子还可以玩？我就对啊，没做我就被踢出。那应该就是 bug 了，就是 bug， 对啊 ，bug 让你看到，因为正常应该看不到。对啊，我顺便拍一下我壁咚他的画面，设定就能看。像你很 OP 耶、欸，就是很猛耶、欸。对啊，你是天选之人，你是天选之人，这好像是或者有可能因为你变成他，所以你看到他躲在洗他躲在洗衣篮旁边不敢动。我想说这边他死掉一定很好笑，就啊不行有盾。哦，这个很滑，对不对？因为理论上看不到，没事没事。大家那么爱我，谢谢谢谢。我应该让波波七试一试。对，没关系，我玩得很开心。对对对，等一下那个会有几个波波就不晓得喽。哦，不要注意哦，小心一点哦，大家。波波缠身中。哦，我不会辩解，我辩解不了。你也是波波，我也是波波，他也是波波，他也是波波。哦。我是工程师。我去跟诺英讲个话哈。哎，你怎么变白色的？Nani？ 怎么了？你看到什么？我看到的，但我想先问孟娜，你刚刚有经过我吗？孟娜，你开麦？应该是 Bobo 吧？开麦呀！不是我，他说有。那小怀疑孟娜，我是从会议室，然后往禁闭室机房，最后要快要到武器室的时候，蚂蚁在那里倒下了。然后过程就是只经过蚂蚁，不是啊，是卢米啦，卢米，我在看地图，只看地图。我说江淮怎么旁边呢？我是从厨房出生的，然后我去武器室接了一个任务，然后我就往上走。经过机房的时候，我看到有 Bobo 有小雨，然后在禁闭室的时候经过巧克力，然后我去金库看到哈基。哎，你说你在哪里看到我？那关键就是 Bobo 小雨。你在哪里看到我？机房，我不在机房哦，我在档案室哦，我在档案室。小雨不在吗？我在驾驶舱，我不在那边啊。你在驾驶舱看到我？金库上面。哇，我看到波波啊。
我是从驾驶舱从通风管到金库的呢。然后现在我最后不在的那个就差不多倒数三十秒的时候，机房倒数三十秒那时候，小雨旁边没有，你在都在驾驶舱吗？没有没有，我后来没有在驾驶舱了。你有经过孟娜吗？我想一下，我刚在哪？我没有看到人哎、欸。孟娜走，我刚刚只有我开车好像在厨房，然后我到观景台、驾驶舱、金库，然后往禁闭室，然后浮空台那附近走，然后我忘记了。哦、我忘记了。我没有遇到什么人，我只有开场厨房的时候遇到人而已。我可以保孟娜刚说的那些话，是因为她刚刚的确在武器室解东西，然后我走出来武器室的时候，刚好看到有眼角余光看到她从武器室走上来，然后我是走驾驶舱，她走机房，没错。然后我是驾驶舱直接用通风管到金库的时候，的确她也有说就是看到我，我有看到她，所以她说是她是有看到小雨吗？没有，所以我没看到小雨。那小雨，你这边知道谁在厨房出声吗？厨房有四个人左右吧，可是我不太记得谁。那你不是从驾驶舱、机房、禁闭室走？我是厨房往观景台，观景台旁边不是有一个通风管吗？啊，我传去驾驶舱啊，然后再往金库走。然后最后又传到金库。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最后我很快就直接过去，对，我最后是金库，然后往禁闭室那边走过去。那他记最后在金库？我金库。出来，我在那个金库禁闭室的门口的时候，有看到那个孟娜。对啊，我跟他。那你最后没看到小雨？我没看到小雨。没有。我最后不是在金库啊，我很早就过去了呢。对啊，你最后在金库外面的禁闭室那里，你刚刚是这样讲啊？不是，我说我往禁闭室走出来之后，可是我忘记我最后走到哪里去了。那边因为这张图很多可以传来传去啊。传要四十秒CD呢？四十秒CD传去。你是不是就是你变成我？你是不是你变成我？没有变成你啊，我那边养大你。可是我记得变成你啊，他队友变成你，你的队友变成我。我记得你在里面，你可以一直传，只是你跳出来就是40秒 CD，啊、所以是可以一直传的。可是他说他在驾驶舱解任务，然后再去金库啊。哦，没有没有，我是到驾驶舱就直接去金库了。小雨，拜拜，拜拜，拜拜。嗯，葱肉。菜，这是菜哦，葱，哇，怎么好像红鬼在弄东西啊？广告按下去，不是，它不是会自动播广告吗？还是你们刚都没吃到广告？有吗？你们刚有吃到广告吗？我是菜派、肉派，我都吃欸，汉堡的话，汉堡当然是要有肉啊。我跟杰克不一样，他是肉。加上面的面包是变成肉，然后肉变成什么？肉菜肉这样子。没有哦，所以我啊，我的那个坏掉是不是？移动中文自动执行工具。哇，所以我这几天在当义工哦，酷欸。好了，早上直播有播广告，是大概15分钟一次嘛，因为我是调15分钟一次。真的是播快乐给你们看，82 91，好怕我没关到麦，我不是守护天使，太慢死了。我不知道是 Bobo 欸，
搞不好不是 Bobo 啊，是其他人变的。不要看不到，干怎么是这个任务？我看见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画面。什么东西？什么事？我看到，蚂蚁站在这个尸体上面，可是却没拍桌。我在驾驶舱哎。对啊，这尸体在驾驶舱啊。尸体在驾驶舱，我没看到、欸。没错啊，他在驾驶舱哎。你还走到他前面了？不是没有小丑啊，没有小丑，不是没有没有翅膀哎、欸，官方的没有小丑。还是你是嘟嘟鸟，嘟嘟 bird。你的通讯坏掉，很暗。可是其实他在按之前，他就有一个，因为我是在通风口。没有没有，等一下，通讯是、哦、刚刚通讯其实已经好了，所以没有通讯坏掉。是团结的，是我修的，我修完了刚好波波来。他那个我真没看到哎、欸。我从金库然后跳地洞，然后到驾驶舱，我就看你在。在站在那边，可是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你是不是，因为我有看到你往那个萝卜的身体上走，然后就你走了一下之后，然后你又跳地洞，所以我就觉得你很奇怪。裁判，这个是礼票。哇，太狠了！裁判，你站在他上面一下，然后我说你应该会拍桌，结果你没有拍，然后我就想说怪怪的，还踩过去哦。哦，这个真的太无辜了，我在解驾驶舱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看到尸体耶，难道你踩过？我觉得这个必须我踩过。等一下，软软的，踩过，踩过，然后脸黏黏的，不要黏黏的，没有啊。我帮他讲话，因为我觉得他感觉有在做任务，因为他前面有在做那个驾驶椅的任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没有，就没有，就是你知道，那个按 report 灯，所以我觉得很奇怪。是你踩他，你会保他？对，我自己很怀疑。你是成小丑吗？应该这样讲，还是蚂蚁？你在进这个驾驶舱之前，你有遇到谁吗？我想一想。我好像有去武器室，武器室有，我有看到蚂蚁有进武器室。对，然后武器室解完之后，我就顺路去驾驶舱解任务。可是我过去我真的没有看到尸体，是他是在我解驾驶舱的时候出现的尸体吗？我真的不清楚。怎么还没走到？不是，因为你还走到他的尸体上面，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你知道吗？真的，剩下这几秒，我问一下，我可以看到 Lumi 是守护天使，可是小雨不是。对，哎，可能下一天可以再看看是繁星还是小雨，说不定。好啊，好啊。官方的 bug 让我们可能知道狼。哦哦哦哦哦，对耶。哦，大概懂你的意思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但不确定，我懂了。等下一天才知道。好。哦哇，我不懂，完了。没事没事，之后再讲，之后再说。你踩过白天，我不管，我要跳。你踩他？真的假的？你怎么可以踩？不的，我真没踩。那会出去吗？真的出去了哎。要跳票过关。啊啊。谁是谁？谁是狼？我是好人啊。哦，我是被 Bobo 杀，是不是真的 Bobo？ 我不知道，那是假 Bobo， 假的 Bobo， 假 Bobo， 假 Bobo， 我不知道是谁把你杀的。对啊，反正我的伙伴们都很喜欢变成 Bobo 的样子。哦，你是狼哦，你就是狼。对啊，我是啊，他那个真的是 bug 哎、欸，就是因为不是前面死掉的两个会变成那个吗？守护，我们不是选两个守护天使？对啊，所以照理来说，如果我是好人的话，我就变守护天使。嗯嗯。可是我不是，所以他现在只有一个。然后你现在应该他们等一下看，就是你是另外一个守护天使。我吗？对啊，你是。对啊，你现在是吧？我现在不能保，我不能保 Bobo， 表示 Bobo 不是吧？不是不是，你不应该有那个吧？一个那个没有哎、欸，符号是那个保护人也可以保。没有啊，通风口举报使用没了啊。我跟在 Bobo 旁边、欸。啊？所以你不哎、欸？我不是守护天使啊。所以我在想说，他们是不是以为我是
啊，不是我啊，没有没有，他们是说我啦，对对对对对，因为通常前面两个死掉的如果都是好人就会直接都变天使，所以麻衣是，可是我们刚有调两个天使啊，所以应该是麻衣应该会是守，不对啊，麻衣也不是守护天使，对啊，那怎么少一个，对，怎么少了一个，哇，我还想说我可以不用保护人了，看来还是得来保护。对啊，守护天使怎么少一个？对啊，还是我把那个位置吃掉了。可是你是，我是第二个死的，可是我不是好人，所以我就把位置吃了这样。哦，好怪哦。对，写完了。耶，我这样可以哦。风风狗不能跳哦，有这样子的、哦。坏人鬼超无聊的。你们快点解完这个东西，不然无法。你可以破坏啊，一直破坏啊。我是破坏啊，没事干。你跟在你的船员旁边，然后啊，诺英，我找不到我的船员在哪里。船员是谁？哎、欸，死人了，死人了，诺英死了。啊，走走走，死的。啊，诺英死掉了，人死掉了。天巧克力刚干嘛一直跟着我，很恐怖，我觉得你怪怪的。阿金，你没有看到吗？两个发发，有我看到，我有看到，我看到，我刚才讲的，我怎么到处都发发？我在冲锋馆里面，你应该有跟着害怕。我想说两个发发怎么办？阿金。没有，哎，可是我只有遇到你们哎、欸。那真发发是不是？我没有遇到你们。我先问发发是哪一个？哇。你是在 哪里遇到我们的？我就是投那个依兰那边。所以淋浴间的爸爸是真的爸爸，机房看到爸爸是假爸爸。不，我没到机房。哦。所以爸爸，我跟你下去电房室。我在厨房看到爸爸的。对，那是我的，那是我，我没有在厨房。是我不是那那我这边才是真爸爸。谁看到谁在哪？我在机房看到的。因为刚刚我在那个浮空台，你跟着我嘛，我就很害怕嘛，我就跑去浮空台，然后到右边之后看到 Bobo， 我又很害怕，我又跑回来，然后又不知道看到谁，我又跑过去，然后又跑回来。你不是跑后面，反正追着我跑哎、欸。不，我没追着你跑啊。啊？我从头。等那至少反正我们现在方法有变嘛，所以刚刚我知道巧克力在这里。所以，因为我这边有巧克力。啊我这边有巧克力耶，不是我们，我那是我啊，我通讯是我姐的，哎、哦、是啊，那是巧克力，那是巧克力，巧克力现在只有一个，发发有两个，发发没有，发发有三个，有三个，有三个哦，有三个，所以看看谁单走啊，大军，所以你看我跟哈基在嘛，然后最后我有遇到米菲跟孟娜，嗯，他就是，然后我是那波波团团迪苏，我的话。他自己前面有先看到我啊，然后我最后有跟发发一起走，发发最后是跟我吧，对不对？对，我是看到你，对嘛？对，所以我可以，我一直好，对，我可以保宝宝，对。团团跟迪叔呢？团团应该是有看到我吧，我在观景台，然后后来我就去。那很奇妙的耶，那很奇妙。我没有遇到迪叔跟团团。我是一开始是哈记吗？一开始是遇到哈记吗？就刚开始选地方。可是最后有一个人遇到我吧？对，最后是谁？我看到是蓝色，可是又是哈基拍的时候，我也不确定。啊，蓝色不是哈基，蓝色是哈基。我意思说，就看有没有人看到我了。哦、最后，没有，没看到你，我没看到你，从来都没看到你。哇，那可能是百变怪、那個。就觉得迪叔跟团团可能比较怪一点，因为至少我们，我想有一个百变怪出现嘛，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位置都是旁边有人的，感觉比较是。迪叔已经很狼哦。哎呦，你是狼哦！你今天狼我都包你了，我对你这么怨。没有，你说现在 CD， 你很危险。我刚才看到你赶快跑。我不是了。有吗？刚有烧广告吗？他在撒娇，他就跑了。不是，撒娇就跑了。我是不相信你耶，可是你这种撒娇，我觉得就要跑了。没事没事，我就信你。出事了！出事了！你好冤啊！谁是狼啊？你说你刚明明就想刀巧，哪里？什么？明明就给他盾，就是你刀的。
哎、啊，我没有刀桥哎、欸。哎、欸，那是谁？那我刚保了谁？保到了谁？那还是团。完了。看来是团，看来是团。要不要来下面保你刀？我跟你讲，连我自己都看不出来啊！刚刚露明问我说：“你对老师想说，我不知道，我不记得，大家都是波波，我不记得是谁。”原来全部都是波波。你们第三个团员是谁？队员。团团。团团。好、哦、好，跟着他，还有画面。团团团。在哪里？左边，左边厨房，往武器库，往武器库。好。然后往右边，往右边。上走了。好。我说那个守护天使真的被我吃掉了。你们只有一个守护天使。对啊。完了，怎么办？还可以破坏啥？不敢按了，我怕害到他。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在上上下下。我溜滑梯了，只剩我任务没解完了。你去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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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解。我去解任务啊。好，拜拜。啊，守护天使好忙哦，要解任务。嗯，守护天使超忙的，很破坏你的任务。你看对，我不能接了。你刚刚讲，你想让我破坏他了，也不能逃的，完了。然后在路上，他们在路上，可以，可以，可以，大概在二十秒。哦，是一个。No， 太难了。哦，有有有有，好久，任务都好久。啊，这怎么办啊？感觉只能弄个。弄个停电吗？跳走会有天使吗？所以刚刚在猜啊。你看，跳出去、死出去的，如果有翅膀，就知道他是好人或坏人。对，没有，我觉得应该是他这个设计吧，就是只有一个，就是他原本就想说只有一个守护天使。嗯。啊，可是我们开两个。嗯。然后如果变成说我刚被跳出去，对不对？如果我不是，然后你是的话，就代表我一定是坏人了。对啊。虽然他没有出来，也是代表我是坏人了、啊。老实说，虽然是这样。好。啊，解完任务啦。那交给你的天使，我、嗯哦、翅膀好可爱，我也好想要一对哦。你也想要一对有翅膀？嗯，图图，你想杀谁啊？图图。怎么办？他这个能杀谁啊？不知道你后面很多背后灵，你想怎么全部都是人啊？你到底要杀谁啊？那他其实知道，还是只是单纯想跟着他？应该猜差不多，马上就觉得怪怪的。那边太长玩短的，是不是？这样很难的、欸，我是不是跑到他家、啊？等一下，这场只有一只吗？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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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只，只有一只而已。哦、解完了不？对啊，是我。哦，自己有玩这么久，玩这么久，我靠！那是迪叔还是麻衣？他是迪叔，是迪叔，是迪叔。我看到麻衣是。麻衣是被冤枉的，麻衣是真的没看到。麻衣其实超早以前就倒了。对他超级早以前就倒了，对，守护天使两名、欸，原来是你变 Bobo 刀了我，对啊，我变 Bobo 刀你，白痴哦、喔，哎、欸，那时候我还蛮相信迪叔的，因为上一天他跟我一起在那边迷路，我想说这么会迷路的肯定就是迪叔，结果然后后来这个我想说不对，只要是迪叔，不管他是不是鬼，他都会迷路才对，笑死！怎么后面没杀我耶？我以为我想说我跟没有后面不是好人，你后面还有其他人呢、啊？后面整个都很难操作啦， oh, 对，因为太多好人了，其实很好、嗯、就比较好推了。嗯，我想要帮你关灯或干嘛、啊，感觉没办法。对啊，叫小雨在旁边嘞，小雨真的是坏人。哦，有不是，可是刚又不是我砍的。哎、欸，没有，刚我们最后来第一天是谁变我？嗯，第、啊、一天除了我，他们都变了。所以。换玩过的啊、哦，不同的地图啊，没有没有没有换的，行换吧，没办法换，嗯，重开要重开，我先重开，要哪一张？第二跟第三还没玩呢。哦，
可能会迷路哎、欸。我最后是很想找那个最大的，还是 HQ？ 可以啊，可以啊。啊，你一定是舍不得刀我了啊！啊啊啊！因为舍不得刀我。刚刚真的变成方法是谁？变成发发是谁？我跟迪叔超有默契，两个都一起变发发。我一起变波，他们第一天是发，第一天是发。对啊，好好笑，怎么都会。所以刚刚一直是只有一个天使哎、欸，只有一个、啊。嗯，为什么一直开两个、欸？没有，因为被小雨吃掉了。因为我是第二个死掉的人。哦，没有想到第一天只有死一个人这样子。啊，那这样子很 OP 耶，这样子会对啊，某方面也知道了，对啊，对啊，对啊，还是会知道。可是他没有，他里面就只有那三个可以改。哦，所以天使不能、嗯、狼不能当天使，不行、啊。对，所以如果变天使就是少了的话，那就少一个就代表抽对了，有一只狼。跳对，对。可是这几率也是比较少了，就代表第一天倒的人不多，啊、然后又跳对。对啊，好强哦！我想说还在怀疑，结果你们就这么肯定的，好。好猛哦、喔！波波那个 工程师也跟科学家也一都一哈，一、啊、守护天使来个十、啊、，Oh my god！ 直接就会是守护天使，哇！这是什么？变形者的杀人 CD 可以简短，对，可以到简短，不然真的太难了。对啊，杀人 CD 要多少？只要二十秒，一半会不会很短 ？OK 啦。反正十个守护天使哎、欸、哎、欸，大家在那边保，我那个守护天使的保护可能就只有三到五秒，因为它现在五秒太久了。哦，五秒就只能五秒，最少五秒是不是？对啊，保护冷却呢？六十，保护冷却一样六十秒，所以一分钟只能保护那五秒。短，只要倒下就会变成守护天使哦。只要死掉就會变守护天使，好欸、移动要不要快一点？就到我吗？啊，你看一下这样子 OK 吗？速度再快一点啊！人的吗？一点二五，都还要酷。我让大家人跟鬼快一点，冲快一点！哇，一点五的，一点二五。抱起来，抱起来！看到我人有才艺了，你就可以变天使。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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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我！我在另一旁边。你要知道，跑这么快，守护天使有可能保护到狼啊。啊，太快了，然后放到狼身上。对，有可能哦。对啊，而且变形看不出来哦，不知道谁谁哦。趣味场，趣味场，来，出场 ，Go！ 跟你讲。我还不是想，我不想死，不想那么早死。好困哦。嗯，没有，太快了吧？太快了！我快靠呀！怎么了？两个天使，我刚刚在撸猫，没看你在撸猫的，后面回来看到说你是自己在那边的。没关系，我有看到，我看到 Bobo 变身的当下。哦，可是好傻，是哦，他就躲在医疗室的左下方正确的位置。你有什么话要说？Bobo， 你要恐怖演的吧 ？Bobo 先去了。哦，那边我没看到，我还想说，嗯，这边视野死角，我就在这边。看到了，完了，没事啊，趣味不是吗？趣味不是吗？好，趣味场 ，OK。哎呦，在撸猫啊！
该不是他撸猫，是他跑去撸哈基吧？笑死！球袋。我小雨有这个了，我想要这个啊，是不是？啊，有小雨是。哇靠！你看这一坨的，这一坨是出什么事了？这一坨，你怎么可以用对啊？用坨来计算这坨死人？那左边的，那左边的有谁啊？我刚才看到一整坨，左边哪个左边？对啊，刚刚就是刚刚反应炉那边啊。是什么？反应炉应该是大家都到了吧？我解任务吗？然后我跟他就在右边，嘣嘣嘣的声音吗？我跟他就在右边。然后，应该说解完反应炉之后，我跟哈基在右边，那、啊、然后我就下去的时候，我就看到迪叔的尸体在那个消毒外面，嗯，然后就发现有很新鲜哦，因为刚刚我是跟迪叔一起上来的，你跟迪叔一起上来，迪叔在哪里死掉啊？他尸体在哪里位置？他在下面，就是那个反那个是什么、啊？那个左柜房。消毒的那边吗？消毒下面，消毒下面。那就是刚有整坨下去的人是谁？啊，整坨下去。你在哪里？繁星。繁星。我不知道繁星在哪里啊。我看到他。下去有繁星哦。因为他有跟我跟鲁咪是上去那个啊，就是那个反应炉的上面，因为有紧急任务啊。紧急任务的时候，繁星在我这边啊，我在左边。左边，然后艾米在右边呢。百变怪吗？可是我看到繁星跟哈基跟我一起走上去、欸，哎，哪里？在那个锁柜房往上啊！我看到哈基跟繁星还有我啊，我们三个一起上去的、欸。哎，嗯，你怎么跟？我很晚才过去哦，真的，我到的时候已经你们要解完了，我是传进去的。对小雨，我有印象，你是钻出来的。对，我是钻出来的。应该不是没做事啦，是那个。刚刚那个哈基是假的。凹的太快，死逼了。哎，没有啊。这场有一个工程师。有一个。有一个。科学家有一个科学家，一个工程师。工程师跟科学家应该还在场上。所以小雨跳是跳那个嘛，工程师嘛。小雨跳工程师，我跟梦梦在上面呢、啊，那就等于说就只剩麻衣、都米跟米菲。嗯，刚有看到麻衣，但是我完全没有遇到都米。我跟麻衣是一起走的、欸，我没有看到米菲。麻衣，你刚刚是在登陆舱吗？我刚看到你在那里、欸，哎，登陆？对啊，我没有去登陆舱吧？那那个人是谁？我刚真的有看到他哎、欸，登陆舱。等一下，你说你在登陆舱，你刚不是你说你刚正词台说你跟我们一起往上走，看到反应炉这边。对啊，你到底是走哪里？你怎么跑到登陆舱了？真的是反应，等一下我有点不太知道，我第一次玩哪里呀、啊？可是我真的有看到麻衣啊！你的正词很怪、欸，奇怪、欸，奇怪，我不知道。不然你们同我没关系，但是我很确定，我刚真的有看到麻衣，真的。我觉得你是报错位置还是什么的？哦，是吗？我登陆舱，你知道第一次有图片可以看吗？嗯啊！
笑死！这也是那个图片，你看着图片，然后中文还没办法理解。哈记是狼吗？哈记不是，你猜我，小雨跟另一个不晓得是谁。嘿嘿嘿，不错。小雨跟我觉得，那露米或玛丽，我觉得露米可能性大一点，因为刀的很多。对，露米怪怪的，露米啥？哎、欸，不是他吗？怀疑麻衣的，你还在？你刚才做任务啦，还在发呆？去做任务啦！我按到了，我按了。我保护我，我飘一声，我听飘一声。露米，露米，快点！通道！通道！保护麻衣，保护麻衣。下面实验室，谁可以保护麻衣？不啊！还有小雨啊！太久了！你的时候那个玻璃破掉嘞、欸！你杀到护盾啊！杀护盾！砍到护盾哦！我才刚刚说，我觉得露米怪怪的。你被你抱得很奇怪，你知道吗？你被你抱得很奇怪，我就站在那里没那么难。因为我第一次玩，抱歉。最后一天轮流在保护麻衣。对，结果我去看，昨天是一直进去。哦，真的耶。所以刚刚工程师是谁啊？我啊。哦。大牛破哎，结果他就说，哦，所以那小雨是跳工程师吗？对啊，我说哎。然后我说他小雨自己聊爆，然后就他自己还帮他，然后他自己对啊，对啊，对啊，有有一个工程师来，一个工程师我拉，然后小雨刚刚那边工程师被杀了，对，被隔壁的工程师死，那我们那个、啊、守护天使 CD 三十秒好不好？好 ，CD 三十可以多按几下，但其实坦白说也没什么太大用处。因为只有保护，只是暂缓一下。最低是35，最低是35秒。啊，最低35。对，嗯。那个不要继续，不要科学家，工程师也实名了。你说工程师也实名了？这张地图都是工程师算来算去啊。科学家、工程师实名，这样子。活着有事做，死了也有事做。这样子 ，OK。好，欢乐玩。哎呦 ，Let's go。我白痴哦，一堆人。哥哥。我如果怪怪代表我很正常，都可以钻地洞了，都可以钻了，都可以钻，好开心。对耶，钻过去比较快齁。哇、wow、哦，太快了吧！哇，他们死在哪里？我等下，我的是巧克力。对，没有，有两个巧克力，你冷静。你不是在现场？有两个巧克力，小雨嘞？我反而没有特别注意到小雨、欸，小雨没开麦。小雨嘞？小雨没开麦？没开到，我没开到。我就是看到两个你啊，一个你砍了萝卜，那我就赶快按下去了。啊啊！我跟你说，波波也在那。没有，可是我跟你讲，我在跳舞游戏，我完全看不到画面。跳舞游戏。你在跳舞？对，就是有一个九个格子、那個。对。那还有谁看的？因为我没有，我好像没看到小雨、欸。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两个颜色。我最前面看到是，然后就突然啪，然后我就按了。因为他爬，我马上也是点，但是我也有点后悔，想说，哎、欸，是不是应该去追着？可是我点输了，所以我在想说、嗯，可是我没印象有小雨，还是小雨变成我按到了？我没有吧，我那么无聊。哦、那里还有什么？有机会耶？没有吧、欸？在哪里啊？哦就是那個、在那个刚不是解那紧急任务吗？反应炉下面。哦、反应炉对对对，就在那个地道的外面。我是小雨了、欸。而且开场的时候，我就是直接钻登陆舱，我就想说直接先绕跑，然后我就到研究室，然后到反应研究室出来，我发现任务是在反应炉，然后我去反应炉要解，然后就刚好有紧急任务，
然后那时候右边是迪叔，左边是 Bobo 跟我在那里。右边是迪叔吗？右边不是反倒来，是不是萝卜吗？没有，右边我不确定有没有萝卜，但迪叔比你早来，那时候他先一定有，一定有萝卜啊，不然他怎么会死在那里？对啊，不然他不会死在那。对，他萝卜可能后来的，我只是说迪叔那时候先来，然后在右边，迪叔有吧？嗯，有。那迪叔，然后后来反正解完之后，我就下来，他看一堆人在那里，然后就有另一个巧克力，然后他就现场直接包了。哦，那边刚刚有没有没看到谁的？我那个我在那个什么？我在办公室那边，就那附近，然后到温室那边，这边附近都有看到哈基。我也觉得小雨是狂点点到、欸。蚂蚁不是说你看到我？没有啊，我啊你有看到其他人？你有看到谁？你有看到小雨吗？我看到，我好像没有注意到小雨，可是我有看到波波啦。对，有看到我就安全了。我经过西南，小雨下来，没有看到尤伊。所以那个你那个小雨你是。刀了他那个情况是刀了，你马上拍嘛？应该是刀了，马上拍了。没有啦，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是萝卜要你马上拍这样吗？对对对对对，我看到他死掉，我马上就按了。那我可以保他记啦，因为以时间差不可能，那他不可能杀完马上过来，不可能。对对对，我跟团团在右上角，我是直接到温室那边接任务，然后到中央室那边。对对对，小雨，那诺英呢？诺英这样讲一圈没有那个没有看到诺英。哦，但我在露台。你在露台？你在露台？啊，我忘记关那个了。对。哦，这个票型。蓝粉蓝紫。那、啊、怎么突然你就出局了？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很累啊？我听得出来。小雨你在哪里？给我过来！小雨跟发发，小雨跟发发。走吧。走啊。直接刀跑过来刀，嘿，太狠了！发发，有什么话想说吗？哈，我没有啊，我刚刚不在，你在哪里？好，你刚最后在哪里？你最后在哪？你先说这个事情在哪？没有，这个不是，其实你先说。我最后是不是？对，也是可以。我看一下地图，我在温室呢，我最后在温室。对啊，没错啊，那就是你的。我在中央室。尸体在哪？我在中央室的那个空那个通风管，我就躲在那边，刚好看到那个灯关下来那一瞬间，刚好就看到你走过来，然后刀了宝宝，然后就跑上去了。可是我刚刚一直在温室，不对啊，那不是有百变怪吗？你怎么确定就是我？嗯，不过还是大怀疑啊。嗯、对，那如果、啊、如果照你那个、啊，照你这样讲话，那就盘说现在有到时候就是到那个刀的瞬间就是。谁都没有被看到啊！我这边是可以保米菲，我跟米菲在打陨石，在射那个好玩，对，嗯，好，然后他人我是最后在钻通管的时候，我看到巧克力在投贩卖机，那巧克力有看到你吗？对，有那时候有，嗯，那小雨嘞？可是小雨我在办公室，我在饭厅那边，因为我看到一堆人都在饭厅呢。啊，米菲的话那时候是在露台玩那个吧？米菲跟我在露台玩那个摄影师。对啊，那好刺激哦。那这样算一算，是不是就顺便问一下，上一天投诺英的有谁？啊，我，阿纪、团团、小雨跟露米吗？对，嗯嗯，我只是也去想想，你可以记着，你可以记着，是嗯。巧克力在哪里？巧克力不是在玩自动贩卖机吗？对啊，自动贩卖机。然后饭堂那边，饭堂的偏上面那边，右上角，对对对。然后关灯前，我就是往上。你们现在要吃到广告吗？他自己点的。就拍桌了。哦，所以刚钻那个通风口的是你哦，我旁边那个钻。对对对，那时候关灯，旁边有一个人，那就是你。
OK。我现在不能这样问。小雨跟发发。我在办公室、啊。那有人吗？有看到人吗？没有，那时候不是关灯吗？然后我想说要那个弄关灯。你刚刚打的，是你解的用讲的有还没解吧？还没解吧？还在弄，还在解，然后就拍。啊，卢米跟米菲在哪？我才刚去北那边，我在团团旁边。对，米菲跟我在露台打影子。为什么一直怀疑我？我就是玩吃鸡的游戏。没有，一定要知道大家行踪在哪里、啊。对对对对对，没有办法排啊。所以米菲这一轮没事。对，我本来就。可是那这样子不能乱定哇、啊，说不定他是自己自导自拍，就是百变怪怎么就是踩我的呢？是吧？那你的确一开始就要来踩我这个点、嗯，一开始到后面的说法比较、嗯、对。哦哟，哎哟，人呢？我们两个死得好惨，好谁呀？杀太难杀的啦！你们两个关灯，我就知道怪怪的，迪叔要死了，然后结果我没想到你也是鬼。不是，因为我看到他擦了，我来不及，我也是得要刀，不然没办法。我就要拍桌啦，因为我知道小雨想要刀那个了，哦，他们那个拍桌了，走啊。那守护天使不能玩呢、欸。有杰伦吗？团团死在那个中央室。中央室是哪一间？中央室。哦，刚刚死的那间是不是？对，他刚死，他被刀完之后，我没有仔细看是谁，靠，妈耶！哦，我在解完之后我就看到他被刀了，然后我在那个，在那之前那里有看到谁吗？想想有一个黄黄的，是米菲吗？没有，我没有在中央室。难道你被白我在饭堂投资被那个什么自动贩卖机？你被变了是吗？嗯，哦，有人变我，我不知道谁这么喜欢我，说出来。然后我在那个可能是 UE 吧，好像有看到小雨是吗？你是这样？我往上走，對對對，然后 Y 字往下往登录舱那边走。那你们结束拍桌的时候，我在登录舱。最左边巧克力，我跟巧克力在办公室。对，我刚刚那个灯是我开的，然后哈基都在那里，因为我在钻地下道，我在想刚刚在干嘛，就是投票的环节、欸，所以那三十秒，像你们两个离中央是很近的，其实，那除非你盘我们两个都是，但是因为我说我是钻地下道，我整整三十秒都在地下道，因为我在想剩下的场上的状况是怎样。但是上一天感觉前两天很明显，哈基跟团团比较像是一伙的，因为他们第一天投了诺英，刚刚他们也是他们两个有把那个谁投出去，发发投出去，嗯，所以我那时候我在想说他们的关系应该是一致的，可是你看现在关系，那就代表团团是好人，也就代表哈基应该也是好人、嗯，那我是也都看着哈基，嗯，所以在盯着哈基，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让你可以去理解，那反而是我觉得怀疑小雨跟露米，因为第一天的时候他们也是票了。诺英，因为那时候诺英没说什么话，所以他被票出去的人，我就有在想。然后上一天投发发的时候，小雨跟露米也都没投。对，诺英这个我一定是会投他出去啊，因为整场大家在怀疑我状况，然后他讲不出什么资讯啊，听起来最诡异就是他，我一定是投他。那你们觉得嫌疑最大是露米跟小雨哦？对，因为其实刚好在解那个灯，然后旁边下载资料的时候，那是画面很大，我看到有人进出我的画面，可是我取消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又重新下载一次，我那时候心里在骂，对，对，就是我，所以那时候你，我就想说你在那里解那么久，然后我是整个三十秒都只在办公室那地洞，我没有去别边，因为我就只在思考，然后顺便想说，哎、欸，哈基也在，就顺便看一下而已。不是你，是你钻地洞嘛？是我在下载到一半的时候，看到下面有人进出，然后。那我没注意到，我没看到是谁，就是没什么用的资讯。可是我觉得不是露米，因为刚刚我在下面打那个小鸟，我刚没解完，我再下去解一次的时候，我看到露米在我旁边，他看一看我，然后就走掉了。我就在他旁边讲，对啊，所以我想说应该不是他。可是问题是现在是蚂蚁有看到黄黄的人啊，靠自拍吗？那我就投谁？谁变成我？
我没头，我两个没头。哦、不是欢乐场，怎么的？怪怪的，太难了吧！我第一次玩这个，就遇到这种，好好笑。救谁？救谁？要救谁？我不知道啊，反正怪怪的。等一下哦，露米吧，露米是坏人吧？露米是坏人，我看他变身了，他变身了，他变身了。我保保谁？我保谁？跟着露米，跟着露米，露米是坏人。没有，露米，露米在那个，有我保护了，我保护了。那个露米，露米现在是米菲，露米现在是米菲。啊，睡觉、哦。我宝宝哈基，哈基不要跑，哈基不要跑。有哈基现在有套盾，哈基现在有套啊，有哈没套盾。蚂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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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蚁。没事没事没事。蚂蚁吗？他躲起来了。没有没有，他躲起来，他躲起来了。所以现在是要保蚂蚁是不是？没有没有，我们跟着露米走，跟露米走，跟露米走就好，跟露米走就好，跟露米走就好。对对对对对，蚂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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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你们太狠了！不是这样，这样一方面我们不能解任务哎、欸，让你们没办法盾，我让你们没办法盾，你们完蛋了。哪一个是哪一个是巧克力？哪一个是真的巧克力？没有，我放盾了，我放盾了，我放真的盾。盾你们通讯只有五秒，盾只有五秒，盾只有五秒。对啊，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残忍的？看不懂啦，看不出来、啊，完蛋了！真的快跑！哎、欸，真的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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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还是假的跑、啊？欸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在想。哈哈哈哈哈！变出来了，巧克力蚂蚁，巧克力蚂蚁。有啊，应该看到，应该看到了。看到，然后有人去捡、啊，都跑不了。米菲啊，米菲要死了。米菲吗？死吧！米菲死了。走走走走。到露米了。好可怜啊！什么都在啊！我看到你的巧克力，看到他的瞬间，变我啊，露米！你的巧克力啊！我看到瞬间，你被晕死了！我超紧张，我想说，我看到另一个巧克力，然后想说，蚂蚁蚂蚁，快点人跟上来看！然后后来还有哈基，我想说哈基别解任务，先来看看这个巧克力露出庐山真面目。你跑不够快啊！一样的速度。巧克力好慌张哦！你应该钻地下道，我们就真的抓不到了。对呀、啊，抓不到地下道、哦。旁边有地下道。哎、欸，这场鬼畜都自掰自刀啊！哎、欸，很容易按到，对不对？米菲，我跟你讲，我救了你两次。小雨，是你变成我的，我救了你两次。哇，我被点到了。我就想说，看现场有谁，就想说记得没有你。所以那天我是投，我投小雨啊。哎，很难。米菲，你第一次救你是那个你在那个大喇叭那边。打那个有没有打那个枪枪？然后保你是露米从你旁边走过去，我保一次。然后后面是你去温室的时候，他变成你，然后你又……对啊，我真的看到米菲位置，然后变米菲啊！我这么相信你耶！哇！我还有两个巧克力跑过去，超好笑的。赶快跟上！我想说，哦，每个人都看到了，就是露米。你知道你们的守护天使超暴动的吗？很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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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了，我中了！你等一下，等一下！我看到一朵在那边，对呀，这好像啊。所以真的保护了很多次。有有有有有有。哎呀，我跟掉了吧？我没跟错。好好笑，两个巧克力耶。昨天是两个巧克力啦，好扯。对啊，哎、欸，他刚刚不杀我的话，我会被怀疑耶。其实，但他杀我了，所以才杀露米啊。因为狼不能变成狼啊。对啊，所以被变的那个一定是铁好。哦、嗯。哎、嗯。好好笑。好玩好玩。今天什么 Bobo 之乱啊，发发之乱啊，巧克力之乱，巧克力之乱，巧克力之乱。刚刚露米、小雨、阿发，对，所以你刚看的没错，果然非常对的，我怕盘错，没想到爸爸第一个反应比较怪一点，我还跟爸爸说，我没。
啊，他等一下还会开吗？我不知道哎、欸。还要充时速，你还要充时速？等一下打 A 还是干嘛？好啦，今天，哎、欸，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我的睡衣又消失了，怎么办？睡衣又 say goodbye 了。你听到干睡的声音，白痴，看错聊天室。啊，辛苦啦，辛苦啦，辛苦聊天室的模特啦，也辛苦你们来看台啦。啊啊！我太慢开这个了，完了第几场才开了这个，来不及收集。我想要这个哦。感谢阿亮的，这是什么？会员 CS， 看我举起金钱的扳手，这什么东西？你要干什么？快去睡！我今天说了很多次，没事，我睡过一天了，所以一天过了。感谢捷云的30块，感谢雨恋的，这是什么币呀、啊？马来西亚吗？马来西亚6块钱，也感谢。离开游戏，马币啊，马币啊、金钱扳手，还是我后面的包子改成扳手算了。嗯，改成扳手，你们会比较想要来订阅吗？感谢紫衣学业的75块，感谢落雁的港币。不会啦，我就今天那一局玩的蛮好笑的。没事没事，就以节目效果就好。我冷静什么？什么东西？不麻痹呀、啊。那我这边先关啦、啊，那你们可以去看 Lumi 的 Lumi 啊，靠腰诺英的台，嘿，虽然他没有观看压力，但是还知道。感谢会员，感谢。哎、欸，然后我那时候不是在玩猴子吗？我发现有个功能，我一定要介绍给你们认识，那个。嗯，我玩到现在才发现有这个东西，然后之前什么挖沟没看过，但我买下去了。感谢欧弟的会员，这个附加功能。双倍现金耶，就是打气球的钱都是两倍，然后再这个大气球、小气球跟猴子塔开给你们看。这个是啊，比如说这一关好了，我卡没有直播，你看我的塔变超小的。啊，这边不能改，好吧。然后把这个好了。啊，不对，要给你们看那个很大的塔。你看，变好大哦。然后我就想说，哦，这个好棒哦，来去解锁好了。那这个解锁的方法，网络上很多。想说哇，这气球太大颗了吧？然后首页，对，是解成就的。小气球比较难一点啊，大气球就简单多。大气球你要有这只角色，然后赢十场就可以解锁了。那小气球的话是，
是炼金，炼金这只角色，然后这边都不能点哦，最多只能点一，这个点一一零，然后点到五，还要这个大师炼金术师，然后击破100万个气球。那时候我解到90级的时候，发现90几关的时候发现，怎么办？我才50几万呢、欸，可是90到100关的时候，我数量是突然暴增起来这样子。他后面可以把大气球变成小，大气球变成最初的气球，然后打爆，然后一次算超多的这样。然后给你们看小球球，然后猴子塔变回正常。嗯，你用025解的，他、啊、怎么网路上跟我讲说是用要二都不能解，靠腰哭哦。不行，选这只，这只会打到。好小颗。好啦，那就这边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啦。斗狼人杀，大家晚安，拜拜。哦，然后你要在第100关前离开游戏哦，你超过100关的话，就算你失败哦。